5月16日下午，第29届金曲奖奖项入围名单正式揭晓。林俊杰凭借《伟大的渺小》提名最佳国语男歌手、最佳国语专辑、最佳作曲人、最佳专辑制作人、年度歌曲、年度专辑。张惠妹则凭借《偷故事的人》入围年度专辑、最佳国语专辑、最佳国语女歌手、最佳作词、最佳音乐录影带以及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。此次林俊杰将与宋念宇、李玖哲、陈奕迅、许书豪一同角逐最佳国语男歌手，张惠妹则与吕强、徐佳莹、菲菲菲、彭佳慧共同角逐最佳国语女歌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宋冬野凭借《国元潮》入围最佳作词，一同入围的还有李宗盛、葛大为等。至于最后奖项花落谁家，期待6月23日在台北小巨蛋举行的第29届金曲奖颁奖典礼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